就是咱们要把自己想要支持的那个黑幕的那个人，让他能和他自己想配的对配。但是儿子，我现在我看见这个我很感慨啊，就还想玩这个？不是想玩这个，是因为我这个。我人人都有体育的梦嘛，我从小就喜欢克朗奇，你知道吗？您知道克朗奇啊？知道，哎，打过，他们都没敢，你赶上过？没有。你赶上过？我当然没有。就我小时候那会儿，你爷爷上班在派出所，哎，带着我在那个他们单位，哎，我就记得有克朗奇，玩法一样，只不过是大棋子儿。这后来才有了台球，很感慨啊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，哎呦，这个翘粉这个东西，这不是翘粉啊，不是翘粉吧？我要打台球了，我也不是因为这样，因为他行了，爸爸，因为这个差不多得了啊，哎哎，太泥坏，太泥，不让玩啊，不让，这一下能打五个球，那错不了，这是五连发，这叫啊，哈，这是，哦，这个行，我得来个架，这个，啊，支架，不是，是吧？个矮的才拿架杆呢，那个东西。刚才来一谁呀、啊，爸爸？怎么进来个什么师傅？师傅，坐！哎呦呦呦！别拦着我，我就是台球界的李时珍呢，我。来，是这么打吗？是，走，呵啊，哎，挺好。我胜利了，我还很年轻，荣誉来的，这就给您荣誉啊，不叫荣誉啊，来，该你了，这叫开球啊。小球位置不好啊，那没有办法。因为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说的？重吧，嗯，哎，哎呦，师傅，这有点那什么了，我觉得这有点不给您面子。对啊，岳龙刚，我太快了，来自河南南乐县岳龙刚。哎呦，你看这他真行，他臭贼啊，他不打实的打虚的啊。来，您来两下，师哥。我跟他打，我打不过他。那我打了。你师傅打什么呢？我师傅打那个石，打石的。我打那白的。小号。好家伙，太棒了！翻底。哎呦呦呦！翻底，这算吗？算，当然算了。算。好家伙，深藏不露，棒了！你看，就要打这 blue， 呵，真棒！不打，您就是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。哎呦，了不得了！是呢，你瞧这事儿那的啊，就纨绔子弟啊，嘿，已经玩裤子啊，是，真好，真好。哎呦，差一点，真差一点，这是报应，这是报应，这是啊，咱干点正事儿吧。他们到哪儿了？孟唐已经到瓷器口豆汁了。你想选谁呢？选谁呢？周九良，肯定是周九良，没跑了。那我们应该去哪个地方？因为湖广会馆跟广德楼都是七队的驻扎地，现在正好七队在那儿演出，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会回队里看一看，因为我也会回队里。去七队，九良一定会去的。那如果九良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？拼命，我就跟他拼命。不许动我的九良！你心仪的搭档是谁？周九娘。会找一个跟自己比较亲近的，而且他还是捧哏嘛，所以我会选择他。如果遇见他，九良不在湖广就在广德楼，一定的。我第一个地方要去的就是湖广会馆，找我的人肯定会去天桥吧。尚九锡和张浩伦的面比较大了，这个烧饼就看刚才投票，烧饼不会找我的。烧饼找我也不跟他了。现在是五个逗哏的，三个捧哏的。司机师傅，咱们就往南开，咱们大约的位置呢，咱们就是自然博物馆附近，好吧？因为那会儿离这个天桥和这个湖
湖广会馆都比较近，然后去大栅栏呢，也如果我要改主意了，咱也没走冤枉道。司机师傅，我准备去天桥，我觉得栾哥会去天桥。我觉得我就不用想，我肯定去三泉园，因为我们八队成立以来，我们就在三泉园演出。就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？对。我告诉你，同时竞争，我一定会把九良抢走的。九良一定是我的人。饼哥，你甭管他是太傻是傻是傻，我告诉你，最后一期了，烧饼，别让我碰到你，碰上你，我就弄死。我再给你们露一回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想，哎，我肌肉呢？哎，我肌肉呢？我有肌肉，肌肉。看看吧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前两天还有呢。肌肉看吗？就这点，就这点分量，绝舌。我就贯穿今天，我就逮谁跟谁掰手腕，我就因为我有肌肉。这看到吗？今天这衣服就这么穿。行，我行，行。九郎，你快来呀，九郎！我给上杨九郎的车吗？对啊，行啊。那我骑哪儿？我骑地铁站去吗？那我走了，哪有那地铁站吗？我想骑吧，然后坐地铁吧，这骑到那儿什么都赶不上了，这开导航啊！然后现在牵扯到问题，老年机里头没有导航啊。我自行车呢？九郎，你人呢？马上，这边小堵车，马上应该有个两分钟之内吧。你刚才还说，刚才就说两分钟，现在还是两分钟，你到底接不接我来啊？你接不接我？我马上就到，啊！你快点，我自行车让人推跑了。没事，你踏着有我车的，你踏着住了，让人拿走吧。啊？哦，对呀，你一定得来啊！我肯定来。好，么么哒。朗白，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浙江金华，我俩，我就一个人。喂，您好，是九良吗？您找哪位？我是秦小浅。秦小浅，我。我拿老年机给你打的。那不是啊，我倒了一下我自己脑袋里的电话簿，我就记住你的电话号了。是不是孟鹤堂卖你的啊？那他就是秦小姐，好开心啊。他给我挂了。为啥给我挂了？我们不是好朋友了吗？